才能坚持到底，让这世界更美丽。你收集，我也收集，全世界都是新样品。如此强大，如此神秘，藏在人类的心底。不论刮风还是下雨，一路上有你不离不弃。天天快乐，天天笑嘻嘻，遇上忧虑统统都抛弃。一二三四四五六七，一起来坚守这个秘密。好好控制我们的情绪，让快乐围绕整个世纪。能引导他产生邪念，到时候他就成为我的妻子。海西斯，元帅进入到如梦故事机，怎么可能睡好觉嘛？对对，肯定是没睡好，没睡好。不、哦，这是我们穿越时空的副作用。除非补充更多的黑暗核能，否则黑眼圈只是开始。接着。你会皮肤松弛，出冷汗，心情烦躁，心律不齐，语无伦次，最后冒暗疮而死。师父，拿着，这个是黑暗美容液，喝下它吧。哇，黑眼圈真的淡了。哎呀，师傅，那个美容液你还有吗？我的皮肤也需要保养呀。这是最后半瓶了，因为制作黑暗美容液需要大量的黑暗核能。需要多少？100个黑暗核能硬币才能提炼出一瓶黑暗美容液。100个？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知道100个黑暗核能我们要收集多少天吗？你竟然闭嘴。元帅，我有办法在一天内收集100个黑暗核能硬币。你忘了，我的小蚊子有精神控制能力，只要我大量放出小蚊子控制人类互相残杀，到时候别说100个黑暗核能硬币，1000个都不成问题。
好，银熊哥，金刚星，我命令你们，陪着斯文妹去搜集黑暗核能。是。蓝狐手表是蓝狐公司还有香蕉公司共同打造的，全国限量才1000块，它还有对讲功能，要是你被绑架了还可以跟外界取得联系，原价有7999，而我买才有7998，怎么样，亮瞎你的合金狗眼吧，崇拜我吧，哈哈哈哈。杰飞，你刚才说什么了？我是想问你现在几点了？没带手表。哎，我昨天刚买了一个手表，看。哎呀，你神经病啊！你自己有手表，问我几点了？哎呀，别管了，看。哎呀，哎呀，看什么呀？我知道，我妈妈说了，她说这个手抽筋呢是缺钙，我有钙片，吃一片。哎，别管什么钙片，看一下。哎，你手抖得我看不清啊。蓝狐手表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那款约会可以定位对方，迷路可以当导航，泡澡的时候没电可以当手电筒的蓝狐手表？算你有眼光，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居家旅行耍酷泡澡必备的良品蓝狐手表。哇，快看看，哇哇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蓝狐手表？据说它可以遥控马桶功能，据说还是核能驱动。这算什么？听说它还能控制课时的长短。让我摸，让我摸，没完，我来，我可以帮你们开条缝。哎呀，杰飞，你不要那么小气嘛，开大一点缝。对呀，开大一点。算了，看着你们好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我就让你们大发慈悲，给你们看看。你们在干嘛？没干嘛。把手伸出来。蓝狐手表。哇，借我玩两天。可是上次借了国宝特工没还，上上次借了遥控车，上上上次借了游戏机，上上上 N 次，反正你借的东西都是没有还的。找我算账是吧？我借你东西是给你面子，你还想要回去？快把东西交出来！哇，你别跟我出手了！你别逼我。彭大力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抢我东西？如果你敢抢我东西，我就叫洛奇咬你，而且你要把抢我的东西全还给我。不肯还？不，怎么会呢？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明天我全部都还给你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那个，叶飞啊，其实呢。酷宝是不能伤害人类的。什么？是啊，我也不会欺负人类。啊！没错，我们酷宝是人类的好朋友，绝对不会做欺负人类的事情的。是吗？原来如此。啊，彭大力啊！大力哥，小弟刚才在跟您老人家开玩笑，您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还有呢？啊，还有，那玩着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，不用着急的还。什么？不用还了，
小的全掉进给你了。哦，还有这个蓝狐手表，你想还多久就还多久。你该敢威胁我彭大力，欠揍！你们别打架呀！很多人呢，亲爱的，动手吧。好嘞，小的们去控制人类吧。像我这么善良，怎么会欺负人呢？那你还不快松手！啊，我屁股。哇，那手表不是你的吧？是杰飞的。哦，其实我觉得那小轩不应该买这种奢侈品。所以我故意用这种办法来教育杰飞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是我们小院真正值得炫耀的，应该是你的学习成绩。你说对不对啊，杰飞？快到上课时间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好。婷婷，你能教我写作业吗？对啊，婷婷也教我做作业吧。婷婷，打劫！我来保护你。嗯？去，快点，交出蓝狐手表，不然别怪我心狠手辣。看在婷婷的面子上，你走吧。不走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现在出来打劫的素质都这么低，喂，快把蓝狐手表交出来。还有一个错意。吃什么吃？快把蓝狐手表交出来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什么？小海豚吗？乐乐，乐乐，你有没有留意到刚才那两个学生的眼睛是红色的？有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小宝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怀疑是阿古波斯搞鬼控制了那两个学生。打你，你们听到学校有种奇怪的声音吗？走，去看看。婷婷，快点儿！等等我。我们也跟上。追我！打你！打
谁？打呀！敢拿书来砸我？我们回来
我们。嗯。哎，海西斯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酷宝女王特意派我过来帮助你们的。哇，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强大了。哎呦，你不是在地上吗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元帅，元帅，我们本来可以采集很多黑暗核能的。哼，本来。可是，海西斯他突然插手，所以。我要把你们的黑暗能源榨出来，做美容液。放过我们吧。在炸了他们！难道是传说中卑鄙无耻鬼见愁、阴险狡诈无人敌的鬼谷鬼王？美人别怕，功夫大侠来也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 happy， 我不 happy， 有人高兴，有人哭泣，如何才能坚持到底，让这世界更美丽？你收集，我也收集，全世界都是新样品。如此强大，如此神秘，藏在人类的心底。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一路上有你不离不弃。天天快乐，天天笑嘻嘻，悲伤忧虑统统都抛弃。一二三四，四五六七，一起来坚守这个秘密。好好控制我们的情绪，让快乐围绕整个世纪。坚守这个秘密，好好控制我们的情绪，让快乐围绕整个世纪，不要说出这一个